你莫遐生气嘛，我先来走啦。啊，你刚说先什么？我讲先来走啊。啊，不可以啊！你还想先啊？不要脸，老不死。你有何贵干啊？啊，夭寿哦！一个革命官叫我落去学鬼，哦，这个查某人看起来安尼，这尼啊无修养。何家娘，我是陈婉华的阿公啦，啊，我今仔日哦，代替阮婉华吼，亲身要来甲你献实礼啦，啊，你哦。人是做遮水啊，心肝一定嘛真水啊！你一定袂甲阮芳华计较，会原谅阮芳华对无？哈！等一下，你说那么多叽里咕噜的，我都听不懂。你说你是陈婉华的家属是吧？是啊！我叫你那个陈婉华，自动来跟我亲自道歉，还要写那个悔过书。悔过书你听得懂吗？悔过书，我听有啦，哦，啊，我就是讲哦，这悔过书卖下敢袂用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再讲了，哎呀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好啦，啊，你莫遐生气嘛，我先来走啦。啊，你刚说先什么？我讲先来走啊。啊，不可以啊！你还想先啊？不要脸，老不死！什么老不死？啊，你不是讲叫我先来走？啊，我叫你也是要先来走，啊，无先来袂用的，啊，我即摆是要按哪里讲啊？你不要脸，老不死！你先非礼啊！救命！哎，还是啊！哎，你老公没来，我男的欺负我，救命啊！我讲的台语你听无？啊，你说的国语我听无？我讲我先来走，是我要先回家，我都无咧说，我要先去的。阿公，原来你是为着我的代志来哦。对啊，啊，想想嘛，该同款的，无扑街扑啦，我替你来个求情。拄到这个吼，傲慢的呢，阿妈讲了讲话先吃，我决定留下，替你讲话，改变。水呀！叫做一家人同心，乌头就变成金，赞！我赞。好了好了，演完了没？聊得开心了吧？小狐狸精啊，你终于愿意出面了啊！现在呢，你们是要赔钱，还是要道歉？啊？太过分了，妈怎么会这样威胁人家？子龙。你冷静点，你现在冲出去啊，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僵。悔过书，我陈婉华以诚恳忏悔的心表达对邱妈妈最深的歉意，我不应该因为少写一个字儿，不尊重长辈，而没有当面指正邱妈妈的错误，让邱妈妈一错再错，误会是我勾引志龙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攻艺术了。爸，哎呀，干什么呀？
一家人串通好了，仗着人多欺负人少啊？不用串通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替婉华证明清白，讨回公道。丢啊！阿公、阿母、阿爸、阿兄，都想你呢。就冲你们这事儿，今年你们家的米要是能卖一颗到我们邱家，我跟你们信。干嘛呢？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书读的不多，可是呢，知识用嘴巴是可以问得出来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家的米如果不卖给你，你的损失跟我们差不多哎。而且啊，我们种田的如果联合起来哦，都不把米卖给你们，我看你们家恐怕生意也做不下去了。合着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呀？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我家女儿啊，为了这个家，来这边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可是我这个做阿母的舍不得她被你这样白白抱你个欧啦。嗯，没错，我们家很穷，可是哦，为了20000块，我东凑西凑也要凑出来。哼，因为我这个阿母为了女儿，甘愿做。阿母，买啦，我都靠委屈了呀。妈呀，我不要紧啦，你不要紧，我有要紧啦。哎，你们好给你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们陈家是老实人，欠你的吼，该还的就会还。拿去。哎呦，拿就拿，我怕你呀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陈家不欠人，也不给人家欠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是我欠你们呀。你欠我女儿一个道歉。笑话。是你们自个儿女儿教不好，她犯贱勾引我儿子，我凭什么跟她道歉？你哪个乌白母了？我的刀剑哦，我准给你就踢起来，不然再来气我卖。大声想要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生意不会比你小。救命！救命！阿伯、阿母，对不起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我妈。喂，你，志龙啊，你发疯啊？你干嘛要跟他们道歉啊？老公带儿子去医院，他摔傻了。我不去。你什么态度跟我讲话？你干嘛不去？除非你跟他们道歉，不然我哪里也不去。你，我不要。哎呦，老婆，不为了儿子。就委屈点吧。凭什么我要受委屈啊？我又没做错事儿。要不我道歉行吗？你，对不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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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不管用嘛。哼，老婆，为了儿子。就忍气吞声，委屈一点嘛。秋芷，你有种，我再跟你算。那要起行了吧？道歉可以吗？走走走，咱们去医院，去医院啊！走，走了，走了。